爱慈悲安静阮的心，拍开阮的耳朵，让阮感觉你的同在，听见你的声音，见着你的面，讲上帝的话，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新年头一日，再补我最长代志，将我壁顶迄个旧的业力给摕落来，啊，将迄新的业力给挂起。新年是一个弃旧换新的时阵，迄旧的物件咱给刷掉。啊，咱开始一个新的一面。真侪人今日穿新衫，有一个老外白人，伫讲伊新年嘅逐项物件计换新嘅。伊讲我有新嘅西装 ，new suit； 新鞋 ，new shoes； 新嘅帽啊 ，new hat； 新嘅电话。New cell phone， 新的电脑。啊，最后一个讲一下，我有一个新的破病 ，pneumonia。最后一项哦，较无好啊，我唔嘛，这唔是咱的，啊，求新的物件，咱应该都，因为这是新的。圣经讲到真侪新的代志，你知影？有人就生一百几百。新的代志，咱就做。啊，咱早起无时间通讲这一百几摆哦。啊，总是我中间经六摆六项新的物件，来配合这新的年。头像新的心，新的心啊，这是以西结先知所讲的，啊，这是上帝所讲，我要修出予恁一个新的心。将新的灵放在恁的内面，啊，搁对恁肉体中间提起迄个旧的心，啊，换一个肉的心，提起迄个旧的心，换迄个肉的心。迄个旧的心啊，是亲像旧，啊，旧是啥物？搁冷，啊，搁电。啊，有时阵世间人的心就是这款，无动静。无感觉，对人真冷淡、自私、顾忌，啊，对上帝也是相关的。这是一个旧的心，新的心是一个肉的心，啊，肉甲旧无相关，旧是冷，旧是冷，啊，迄个肉是嫩，肉是烧。像差人捌听到人讲，这个人哦，尖刀嘴豆腐心。嘴真尖，啊，真好伤着人，啊，总是心真好，啊，世间确实有这款的人。你唔通听伊的话，你若捌迄人，其实伊是好心嘛，不过伊的嘴较歹尔。啊，什么是一个肉的心？温柔、恭敬、体贴。替别人设想，啊，对上帝开放，爱让圣灵感动，啊，要让上帝引带。你想今仔日世间人欠这款心？你想你甲我今仔早起的心是甚物款？啊，有时阵，咱的心会较少，也不是亲像肉。啊、我常常家己感觉，我内面是这块。这算啊，新年咱就做一个祈祷，求上帝换心，啊，将这旧心换掉，好不好？就肉心，较容易同情别人，较容易体贴别人，较容易甲别人感同身受。
啊，较容易上帝感动，较容易上帝引带，上帝给我一个新的心。第二，新的人，新的人。啊，这是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所讲的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这属哪人伫基督的内面啊？伊就是新造的人，看一切拢总变成做新的。啊，这不是干那新的代志，这是关系规个人的代志啊。我想这不是生活啦，这是关系生命。啊，生命决定生活。接受你的生活的改变，你的生命就改变。鸡虽然早起是会啼，狗伊会吠，伊会过门，牛伊要吃草，啊，总是接受那猪，伊爱伫土鞋内面底下滚。啊，咱欠命不是就新生活啦，咱欠命新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啊，你内面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你自然的爱要跟上帝来往，你真自然爱要亲像耶稣基督迄个款式。啊，所以这个改变，生命的改变，跟你人生的主人有真正密切的关系。什么人是你人生的主人？耶稣，你若是靠着家己，啊，家己做主人，啊，自然，你会真多的问题。啊，总是你耶稣，那是由主耶稣基督做你人生的主人，由伊管理，由伊引带，由伊带领，啊，你的人生自然会跟以前真正无相款。事实上，世间人的营业做生意也是这款。有时阵你要经过一间店，看到挂一个牌 ，Under New Management， 换新的头家了。啊，等于换新的头家的时阵啊，甚至生意跟顶摆做无相款。啊，对人客的态度啊，顶摆无相款。各位朋友，耶稣，你若是有听到真侪道理，去真侪教会。啊，总是你还阁未捌正式认罪啊！所以，托做你人生的主人，啊，将伊生命对奉献，对交伊，啊，望这新的一年，今仔日新年头一日是你的机会，啊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予我做一个新的人，啊，对今仔日我要跪地你，啊，我将做你的奴仆。我要照着你的架势行。第三，新的方法，但圣经无讲新的方法，但是主耶稣有讲着新的方法，你知影？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六节，主耶稣讲，无人将新的布去放在旧衫的顶面，啊，无人将新的酒去装在旧的皮袋的内面。新甲旧哦，有时阵无法通掺做一个。有时你要改一件新的衫，不如做一件。买一件旧的衫，不如做一件新的衫。我想咱中间这个太太特别的明白，那件旧的衫已经腐了，那布已经要破去了，啊，你就搁给补一块新的布落去，啊，这个新的布将那个旧的已经腐的布给拖。拖开更加厉害，厉害！啊，以后去坑更加大坑。迄个时阵，因在做酒的时阵，我想伊是用皮袋来兑。啊，迄个新的酒落去的时阵，啊，佫在咧发酵，啊，发酵的物件会膨胀，对水变成最大，啊，堆在迄旧皮袋内面哦，啊，将迄个旧的皮袋给浸，
啊，迄酒醇流出来，因咧皮就破。你唔通想讲主要说是真古色嘅人，主要说是真新色嘅人啫。伊咧教嘅真侪物件，是迄旧嘅人所无法能接受嘅，迄文书法理赛人是无法能接受。主要说跟因讲，行动比较礼仪更加重要。主要说跟因讲，律法的正义比较律法的义务更加重要。主要说跟因讲，人的动机比较人的动作更加重要。主要说讲，基督徒唔是掩饰。基督徒不是遁世走去世界走去山顶去做和尚，基督徒是入世去人的所在，啊，基督徒是超世，啊，主要说亲像一块新的布，主要说亲像新的酒，啊，那文书法利赛人无法能接受，因为是穿那件旧的衫，因为是亲像那个皮带啊。我来到咱教会中间，我有看到一挂旧的物件，啊，总之我看到一挂新的物件。新的物件是最开放的头脑，新的物件是最宽广的胸襟。新的物件是有一个弹性的心态，旧的物件是讲我顶摆是安尼啊，啊，阮安公是安尼，阮安祖是安尼，啊，新的物件是讲无咱看看圣灵，搁在怎样带领。啊，上帝要给咱新的恩宠，啊，咱搁再学习，啊，每一个人拢总是学习。咱就祈祷讲，上帝，给阮一个新年，有一挂新的体验，新的经历。啊，今仔日的世界甲顶摆世界无相关。美国甲台湾也无相关。啊，上帝叫你去闯。啊，现在阮的教会呐，都有啥物新的工厂，去新的所在，对一挂新的人做工。上帝的床，咱的教会对这开始，啊，总是一挂新的人得到咯。咱是不是就去遐找？啊，先是就开始接轨。咱是不是用新的办法来接回一挂新的人？咱的信仰无改变，咱的福音无改变，阿明该改变。啊，总是必要的时阵，咱就看看因怎样生活，因今仔在想什么，因今仔在创什么，咱就去找。啊，有时阵，现在就讲我顶摆想的唔对，我顶摆做唔对，我要用新的办法。
包括一个新的开始。第四项，新的命令，这是主要所跟你讲。约翰十三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，我想好一个新的命令，予恁彼此相听。我怎样听恁，恁也就怎样相听。恁接受了彼此相听的心嘛？伊讲正人，伊哪里就真捌恁是我学生。这新的命令是在讲什么？听人。这新的命令是在讲什么？三听。因此我听后，你来听我。你听我，我就听你；我听你，我唔忙，你也听我。这是互动，这也是互惠的。这新命令是在讲什么？这新命令是要甲恁讲，咱在听人的时阵，是用主耶稣最标准，是用主耶稣最无忧。主耶稣怎样听人？咱就听人，亲像主耶稣。主耶稣听什么人？各款的人，各种族的人，甚至连伊的对敌，伊也听的。这新命令是要甲恁讲什么？伊这新命令甲恁讲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记号，这就是基督徒的徽章。人看到基督徒的时阵，不是咱摕真大本的圣经，不是咱穿真特别的衫，是咱真三听。人来讲，这是基督徒。什么是那个旧的命令？等主耶稣给这学生新的命令时，已经有那个旧的命令了。等主耶稣将这新的命令给他的时候，那犹太人已经有旧的命令了。什么是旧的命令？十条诫。十条诫，这十条诫中间多数拢总是禁止，拢总是消极，唔通这项，唔通那项。新的诫命、新的命令甲旧的命令，什么无相？真简单，就一条了尔，就一条了尔。本来有十条，主要说讲只存一条。旧的诫命关于上帝啊，关于人，主要说讲。这个时阵啊，恁得注意一项物件，人，上帝也是重要，总是人也是真正重要，这个改变，我要给恁这新的改变，特别跟人有关系，这个新的改变是关于动机，也叫做动作，这个新的改变是主动的，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。不是唔通，是叫你着怎样？你想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阵？这是伊甲伊学生三甲隔如啊多言些，为着因洗脚了后，无偌久要上十字架。伫这最后关头，最后几分钟、几点钟的中间，伊就要甲因讲这项代志。你想主耶稣在想什么？主要说为什么在这时候要给一个新的改变？这是第一容易忘记，第一容易忽略的改变。这个是第一恶最大的改变。这个是第一重要的。所以主要说我最后几分钟我底下就交代这项，因为这是第一重要，别项也无做，也是唔应该，总是这项的确要做。设出咱的新年，你甲我，咱的教会，设出咱心中有甚物祈祷，要甲上帝期待，求上帝赏赐予咱。我想咱甲上帝讲一项物件，上帝，予我遵守迄个新的诫命。一间真细间的教会。在他的教会名下面又注两句 No creed but Christ, No law but love， 无圣经总是有基督，无法律
啊，总是有疼。但我的圣灵啊，圣经也是重要。这讲话欠在有淡薄极端，圣经也是重要。哎呦，咱的信仰有开导，有范围，啊，咱袂做凊彩信。啊，为着安尼，咱就发扬信徒的信，信徒的信仰。为着安尼，咱把咱的教会相信什么物件？啊，发扬也是重要。啊，为着安尼，咱就献上。啊，无啊，古人要受过这献上。啊，这是应该做的代志。啊，总是咱就是有信经，啊，咱就献上了，得靠多加物件，多请。做请，啊！咱心中个上帝偷请，有上帝最新的你，和我讲你啊，和我遵守新的概念，和我请。啊！先生来听的时阵，咱的教会才会好些，咱才会当心。啊！先生来听，未信主的人，人看到了，伊就家己要信主。第一大阻挡不信主的人信主，是你看见家己基督徒无善听，啊，总是人看见你甲我善听，你讲这是教会才有诶，社会无，世界无，咱就去教会，求上帝，咱会通遵守这新的命令。还有两项，新的世界，但圣经无安尼讲，总是启示录对遐受苦的基督徒，约翰安尼描写：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建立了，海也无了。我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。对上帝迄个所在啊，对天顶落来，这是新的世界。啊，这是新天新地的一挂特性，无流目屎，免阁流目屎。上帝七大人的目屎。这是一个健康的所在，无痛疼，无破病，啊，当然无死亡。这是一个光明的所在，无黑暗。上帝站在中间，无欠人一头，无欠人月娘。主要说，就是迄个城市的灯，是一个圣洁的所在。讲白菜人，无清气人袂通入去。是一个高贵的所在，伊的墙是宝石，伊的门是珍珠，啊，伊的街路是金的。这也应该是咱新年对新年的期望啊期待。咱就关心咱的家园，咱就关心咱的用途。特别是这个选举以前，咱就对政治有兴趣。咱就注重保护咱的环境，咱毋茫做一个好的公民，对社会、对国家有贡献。啊，总是一项物件，的确在定定在咱头壳的顶面。啊，这物件是第一重要。天国，天国，啊，天国比地上任何一个国度更重要。啊，当咱在关心地上国度的时阵，关心咱的家园、咱的乡土的时阵，咱也不敢太过天真，不敢有虚幻的要求。知影对上无一个完全的国度，
迄、那个理想的国度，迄、那个完美的国度，阿不是将来。阿咱祈祷，是讲愿你的国降临啊，伫地里，进入天里。啊，迄、那个国家是咱应该关心的，迄、那个国家是咱应该仰望的物件。阿咱为着今生。求上帝，予咱做光做亮，伫社会发光。啊，总是咱会知影有一日，咱的上帝就会再来。啊，迄个，这是咱搁较着关心的所在，搁较着关心的方向。最后一项，第六项，新的歌，新的歌。啊，这是约翰对一寡受苦基督徒所讲，启示录十四章第三节。伊伫宝座的面前，四个外面甲众长老的面前唱歌，敢若亲像新的歌，安尼英文的圣经是讲伊咧吟新的歌，对起，对伊对地上买来迄个十四万四千人以外，伊讲无人会学这个歌，这個、新的歌有一挂特色。伊是俄罗的歌，伊是敬拜的歌，俄罗上帝敬拜迄个羔羊啊！这是这个歌的特性，唔是独唱，是合唱。十四万四千人参加入这首的歌，啊，这是一首真新鲜、真合时的歌，所以圣经甲形容做新的歌。这首歌啊，真正学一挂人根本学袂来。什么人是这十四万四千人？这不是一个明确的数目。另外一个所在，伊讲有无数的人，十四万四千是十二乘十二，搁再乘一千，啊，这是代表一个巨大的数目，甚至正确的数目，完全的数目。是不是这吟诗的人的身份呢？不是因为因有音乐的天才，这个跟天才无关系；，啊，不是因为因有训练、有音乐的教育，这个跟训练、跟教育天才也无关系。啊，总是这个跟因的性格、跟因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圣经讲这人是最这条下面的，心情悲伤，啊，因和羔羊的血个所亲近。军队基督，一只羊去得咯，因带着后面行。事实上，开始了七周，也是讲到这十四万四千人，形容因这羔羊的军队者，什么人是这人？这吟诗人呢？因是对基督忠心，为着基督受苦、经历患难的人。什么人是这吟诗的人呢？不分地区，不分种族，不分性别。对各国各族各民，我跟你讲啊，将来去天堂，咱要创什么哦？真侪代志我唔知，都是听我跟你讲，去下咱就吟诗啊，就唱歌。所以你若未学唱歌，即阵开始就学唱歌。啊，搁请我甲你讲，你就开始加入戏班了。这虽然无将来有一日你去天堂，也是得加入戏班。啊，你就开始学了，无教遐别人咧吟，你就袂晓吟。啊，咱的戏班欠人难吼。开始学唱歌。啊，唱迄个新的歌，俄罗上帝，俄罗主耶稣基督，啊，甲将来，甲真侪人三甲人参加一个大的合唱，啊，这是咱新年的期待，六个期待，我阁唔是一条新的心，所以这新的人有新的方法，遵守新的概念，听候新天新地的降临。
唱圣歌，阿头上去祈祷。多谢你给我们这新的一年，多谢你的话，给我们将这话刻掉在心内，并且给我们用行动来回应。祝福这个教会，祝福每一个人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